以坐得更近，靠在我耳边讲嘢不会过分。但我天生就是这么拘谨，还未有那份自信心。若你问我什么先叫做缘分，我会说缘分只留给够进取的人。好，既然依家个情况系咁，过咗今晚之后我先至再做好人。痴心，我又点会唔明白你嘅内心？我又何尝唔系想搵人瞓一瞓？所以先扮拘谨等你勾引，又估唔到你真系会咁易当真。